香港电台为了宣传反吸烟，特别邀请了关锦鹏及郑伊健执导无烟草系列《烟丝万缕》，这将会是一部共分四个版本的反吸烟音乐电影。张学友及李玟首次合作拍歌手版本，而导演将会是关锦鹏。张学友表示自己曾经是一个吸烟者，他表示从吸烟到戒掉后，他找不出两者有何分别。老实讲，我自己没有觉得很大分别，抽烟跟不抽烟。老实讲，我最要是你真的要我劝大家不要抽烟的时候，我只能讲说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抽烟，除非你自己觉得拿着烟真的很帅气，很怎么样，那我没话讲。那要是你说找一个理由去抽烟的话，请给我一个。第一次演戏的李玟表示自己会有突破性的演出。在这个剧本里面也有一个蛮有突破性的一个镜头，就是我要好像要拿着这烟呢。那因为我不抽烟，那而且是对烟很敏感，我会那气管不太好，所以可能会咳嗽怎么的了，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。可是为了导演呢，关锦鹏导演呢，我觉得这个牺牲也蛮值得的。他表示自己除了支持反吸烟之外，尚会支持反盗版的。